车，好，然后我现在哈也去那个警察局，因为我的律师说我们拆还部分哈是临时不需要行路权的，好，那偏偏他们已经买通过20多家的拖吊厂，他们有邪教可以灭人的心哈，所以说我一直不顺利，到20多家没有人要帮我拆，好，因为我要大家都不要选举，你选举的话每个人都要付25、付30块、25块还是30块，两党的钱不是50块吗？60块吗？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党？我们就给 ROC、USM、USMG 军政府，我们要照着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照着这个马关条约来做吧。我们做个有礼貌的日本人，做个这个自由民主、真自由民主、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人也好，美国一州好。现在我自己上去，这个是国民党教坏我们的，好，这个是国民党教坏我们做坏事，所以我们的财团或者要脱掉台中市全部都被买通了。那我自己请脱掉，好，他既然前面说3000、4000，后来就2000电话买通了，然后就给我说第3天报价要10000块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帆布？你看，只要剪下来，你看这个只要剪下来，这个是他说要全掉，好，全掉2500，你员工费也要1000，时薪1000嘛，时薪100而已，你时薪1000已经10倍了。你看，现在我自己来调，他国民党逼我做女强人，我以前是在演艺圈唱歌。好，唱歌加歌，要让我逼死我老公死掉，人家逼我，我就去考美容乙丙级，美发乙丙级。他逼我做女强人，还逼过我去开计程车，还逼过我现在你看脱掉，来，我就跟他做脱掉工人，我就来做啦。我怕你国民党抄到尾，你滚去死吧！你这个邪教党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国民党来挺你呀、啊？你是什么东东啊？你就快死了！你要知道阿弥陀佛的威力、法力之大。来，现在全程录影。来，我来自己拆了。好。